先有得一个人咋。凭800元 Sugar Baby MV 红包嘅奇丽女子组合 FFX 早前发声明宣布拆伙，被踢走兼被指安排姊妹出食饭局揾快钱嘅杨泽贤 Shelly 就被即脾气臭闹走赞助商，仲担做主角扮大家姐。Shelly 被人踢出局兼数臭就即时喊爆反击，佢就话过去两年一直活喺43岁经理人何英杰阿 Sam 嘅淫威之下。话2013年至2015年期间同佢拍拖，直至近日男方转得17岁嘅 FFX 女神周宝如 Christy， 自己地位不保先被踢走。FFX Shelly 自爆被当泄欲工具。其实一直以嚟都讲唔上系咩拍拖，因为我佢从来都冇关心过我，佢净系一路都当系性工具系 sex partner。因為如果我唔肯，咁有時譬如話我自己月經嚟嘅時候，咁佢其實佢都想有要求，咁佢就會即係擁我落地下，就會刮我，就會逼我去做。至於其餘三名成員對佢嘅指控，佢就話咁多年感情原來都係假噶。其實佢點樣話我，我都唔介意，但係佢唔可以話我去做雞啊，因為我從來都冇去咁樣做。我哋尝试过联络阿 Sam， 佢就只系复咗呢一句，话唔想伤害任何人。哦，真系，